常甜美的洋装。那这个洋装呢，非常适合六月份很多的那个婚礼，很多婚礼场合，大家也不知道要穿什么，你们就可以选像这样的小清新的风格，看起来更减龄。而且它是棉麻的材质，所以它会非常的透气。对，而且它是薄的棉麻，所以很凉爽。很凉爽。重点是它里面呢是有内里的。这么酷，所以就不会透了。对，不会，它是有内里的。它还附了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木纹扣，嗯，很好看。这个木纹扣很有质感，把整个洋装都马上加分了。然后它的领口呢，像这样是做有点稍微宽一点点的，不会勒脖子。那袖子呢，我觉得是做有一点点的公主袖的设计，一样可以遮手臂的肉肉，然后看起来更可爱、更活泼一点。对，背面有给大家看一下吗？有没有背面？背面。色哎，它其他两个颜色也很美耶。它有一个橘色，那个不是上衣，不是、哦、对。这个橘色，哎，这橘色好特别哦。对，一般很少会看到这种橘，对不对？比较粉呢，它这一次就出的很粉色系，很粉很粉。有人说好鲜哦，没错，真的很鲜。对。然后它下摆呢，给你们自己看一下，这边有做一点点像这样子打折的设计。会让你的裙子看起来比较有立体度一点，就像公主的感觉，没有？像这样，上面就会有一点点蓬蓬，有立体度的感觉，会比较修饰，因为感觉就比较 A 字三百的样子。你看，把肚子脱掉之后，它就是变成一般的洋装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它是孕妇装，它就是一个青春少女洋装，气质感100分。